出发了！
大门口啊！数大门。四，成一个了吧？我还没看到。。你们先给他们一轮红包，你不给红包，我等下给你。我还没看到红包，我看他。
我想说的是，你在我
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出现。你看，我开然后，再一次给我带来希望。没有开不了，他在讲话，关掉了。我希望你能把我带出谷底，你愿意嫁给我吗？愿意啊。要。把话给我先，动手啊。那如果你是真的真心诚意的想跟我们清华来过一辈子，然后的话请你在这个在这里那么多的朋友宾客面前念一下，然后签一下。有些是不会念的，来，可以新娘子可以教你。吵架之后不能冷战，冷暴力不可以以分房睡，吵架或者闹矛盾，对方惹生气之后要去主动抱一抱，抱一下，要相互下来台阶下，早上晚上要亲切问候，互相说早安晚安，我爱你。早上先出门后要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吗？无论遇到开心或者苦恼的事情，都应该分享出来，相互理解，包容彼此。不许好久都联系不到对方。等一下，你们公司要补妆的，我的补妆。等一下，那他给车钥匙吧，他的车应该不开进，不开。无论遇到多困难的事，都不能放弃。咱们去能吃的饭就放弃。苦乐相伴，共同努力，共同进步，进步。好了。请一个，一起数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三点二，脚麻，难穿就轻一下脚就好穿了。也是，干我也想这么说，用力点，七。准备出来进场，对，先戴胸花吧。啊，戴胸花是吗？比大哥先戴，扶一下，扶一下。来半年戴花。来，这边妹妹，爸爸，新娘子。茶杯圆圆如露泉，茶杯深深父母恩。茶杯晃晃财丁旺，茶汤香香幸福长。继续吃。
继续吧，自己吃啊。耶、yeah. ！我们是想吃都吃不着啊。有没有打滴答答滴答答？结婚哎 ，OK， 来，亲一个老公。可以这样新娘子就待这边，他们就待这边，哎，你从来没见到过新娘子。来，再换新娘子。看到吗？看到有粉红色的那张吗？好不好？对了，好，好嘞，嗨，你好，哎，不错，好，三，二，哎，来给个小爱心，来，耶，嗨。
起码要移到这里，没有这边它啊，连。它要移过来，哎。都没打，都没发过。哎，好嘞，错，好，再来一张啊，好一点，哎，不错 ，OK。一个温暖，一个勤劳。怎么了？要吃了吗？来，蒙上一点。这边看，这边看，看平安，这边。对的。好。我以为是门口的，是门口的吧？我的对，好，不要新娘，这样。张开手像翅膀一样扣过去，对了对了，就这样抬高一点点，对了，把手再稍微伸开一点，像翅膀一样。你要准备就是变成人模型，家人是不是？家人，对，不能交杯美酒，绕到他们身后，就是这个位置，对，来，然后你们接过酒杯，来，接过酒杯，好。里面已经有人坐了，二四六哥哥不是太斯文了，你们三哪个是太丢下的？对，在那边，那边有啊有啊有啊。耶、啊！妈妈，我爱去。放杯子那，啊，玩具。加爸爸的四六二到六。哎，走吧。哥哥在里面了呢，看到哥哥了没有呢？哥哥在这里呢。我这边来。鬼话听啦！哎，好好好，你们准备下来，好好好，恭喜恭喜，谢谢，恭喜恭喜，看到美女了，哇，这么多，哎，
题啊，各位，看好自己的屏幕。好，我要拿出蛋糕去。然后注意自己耳边随意的抖动，谢谢各位的配合。好，谢谢谢谢。嗨，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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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仪式很快就开始了，同时请各位看好自己的小朋友，在这个时间里面尽量为好，请各位来宾看好自己小朋友，不要上到舞台之上了，谢谢。现场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前参加林国梁、韦清华的新婚典礼，我是今天晚上的婚礼主持人，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晚上大家看到这样一个非常美轮美奂的场地，大家觉得美吗？漂亮吗？是的，没错，他们今天终于能够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而在这一刻，今天所有的幸福、所有的美丽，其实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来之不易，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一步一步苦过来熬过来的，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爱情故事里边。三二一，好，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声，婚礼仪式现在正式开始了，神清气爽，顿时他就得道成佛了，相加的称为智慧之树、爱情之果。传说当有情人能够经过那棵香蕉树的话，两个人就会有幸能够走在一起。后来他们两个人共同努力，共同的牵手在一起，这段恋情尽管是从异地变成了异国，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段爱情他们也经历了辛酸，经历了苦楚，因为异国的恋情，那是一段大陆加上一片海的距离，守得云开见月明，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所以终于在今天晚上他们迎来他们崭新的婚礼，他们全新的爱情之路，他们要走进婚姻了。朋友们，如果这刻你们真的做好准备的话，我们首先用热烈掌声有请那个幸福的男人新郎登场。 When your legs don't loo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新郎站在中间的位置。 And I can't sweep you up on the sea, 新郎林先生，就如大家所见，新加坡人啊，会讲中文是吧？啊 ，OK， 好啊，还好我不会讲英文。OK， 开玩笑，其实真的很难得，两个人怎么样走得要一起了呢？我相信应该就是他的真诚和爱打动了新娘。当清华，他得知清华在家里边做家务的时候，他会跟清华说：“他说你不要做那么多事情，以后家务交给我来做。”当他得知清华在做瑜伽的时候没有护手的手套，他会悄悄地为他准备，他也会在加油站里面悄悄地为清华买那一根哈根达斯的冰淇淋，是吧？哇塞，掌声有没有给到这个浪漫的男人。是的，今天你即将迎来你美丽的新娘了，我相信在这刻你内心很激动，所以平复一下心情，我希望你能够再向前一步，为了平复你内心紧张的心情，我希望你能够转过身来，转过身背向我们所有的来宾。在这一刻我们给你们一点点的时间，
让新娘能够出现在你的面前。I found a love. 有请美丽的新娘登场。新郎，你还记得吗？在2018年的时候，你期待着他没有来到新加坡，你的新家，你非常失落。但在今天婚礼之上，他如约而至来到你的身边，跟你一起携手，共同谱写属于你们爱情的乐章。他终于出现了，是上天，是缘分，让你能够遇见他。所以，在这一刻里边。请你承载着我们所有来宾的祝福，来吧，单膝下跪，为他奉献爱情的手花。如果新娘你接受他的爱的话，把他轻轻的扶起来。有请两位面向所有的来宾，在这一刻里边，新娘特意跟我讲，她说。在婚礼之前一定要放这首歌刚好遇见你，是的，在这个世界这么大的一个地方里边，居然都可以在茫茫人海当中两个人能够相遇相识最后相爱，这是异国的一段恋情，这是一段大海加上片大陆的爱情，真的来之不易，朋友们再次掌声送他们好吗？我相信在今天这场婚礼当中，他们内心一定会有一句爱情的誓言想要告诉对方，那么有请两位转过身，紧握彼此的双手，深情地看着彼此，在众人面前说出你们内心爱的誓言。我知道你们两个人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也曾经有过争吵，也曾经有过分离，但是一路走来，终于在今天也走到了彼此的身边，走进了幸福的婚礼殿堂。在这一刻，我只想问新郎，从今往后你是否会一如既往的陪伴在新娘的旁边，在她累的时候你会在旁边照顾她呵护她，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还会依然为他买上一个哈根达斯的蛋糕，在家里边你是否愿意会把所有的家务都包揽了？我只想问你，你愿意吗？可以，愿意，愿意是吧？不敢不愿意，他意思是说，掌声给到这个男人好吗？新娘，拿起话筒，你知道吗？王良说他。当时被你迷倒的是你在练瑜伽的时候穿着瑜伽服的那个非常迷人的模样，对，他就知道他这一生当中他最深爱的女人就是你，所以从今往后当你们结婚了，你要成为他这一生当中最为坚实的后盾，你是否愿意一直牵着他的手，就像现在一样永远的支持他，帮助他，永远在他旁边陪伴他，不离不弃直到永远，你愿意吗？我愿意。掌声给到他们好吗？非常的感谢现场的亲戚朋友家人同事啊，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见证我们爱情的圆满啊，然后想说的话真的是太多了。首先呢，我觉得最要感谢的是我的爸爸妈妈，来掌声给到爸爸和妈妈，因为29年前没有他们就没有我，所以
我觉得我之所以会选林先生，是因为觉得他对父母也很孝顺，这是我选未来的人生伴侣里面最重要的一条，他也会很担心。爸爸，请你放心，你不会是少了一个女儿，应该是多了一个儿子。我们虽然说看着是家很远，可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会一直继续延续下去，请你不要担心，真的，女儿结婚是为了更好的去照顾你们，给你们幸福的晚年。感谢各位来宾跟朋友。现在是我要对我的先生讲几句话了。感谢你香蕉树下的一见钟情，感谢你去年的漂洋过海，坚定的来到中国来找我，不然不会有我们的今天。谢谢你选择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未来的我，谢谢你选择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也感谢你的妈妈，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你。希望我们未来的日子里孝顺双方的父母，把家庭用心用爱经营下去，多一些理解和包容。未来的路很长，请你多看一眼今天的我、眼前的我，因为这是我未来的日子里最年轻最漂亮的一天。希望我们未来携手共进。谢谢你林先生。来吧，给对方一个拥抱好吗？一切尽在不言中。我相信在今天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有这些爱的承诺，都会永远的铭记在心中。他们也要将这些感动的瞬间永远的刻在那个属于他们爱情的指环里。有请伴娘为他们送上永恒的戒指，为他们送上结婚戒指。有请两位左手牵着左手，右手拿起对方的戒指，左手牵左手，把戒指放在心脏最近的地方。从今往后，当你们戴上这枚戒指，希望你们永远记得你们是相亲相爱的夫妻了。当以后遇到任何的困难，请你们看看手中的这颗指环，它一定会给你们力量，帮你们前行。所以在这一刻，如果你们做好准备的话，来吧，为对方戴上永恒的戒指。我们衷心的希望那枚小小的指环能够牢牢套住你们的心，套住你们不变的情。如果戴好戒指的话，高举你们戴着戒指的手，接受我们所有人的祝福。来吧，新郎，接下来时间里边，张开你的臂膀，深情的拥吻你美丽的妻子，掌声响起。这首歌是他们特意要求放的，是的，就在今天这环节里边。我相信真的，当两个相爱人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杂质，单纯的就是爱着对方一辈子，那这份爱就是幸福的，就像他们这深情的拥吻一样。在今天婚礼现场，他们除了内心感动之外，我相信他们还有一份感谢，他们最想感谢的人就是他们的家人和父母。有请两位面向主桌席的家人深深鞠上一躬，感谢家人父母的养育之恩，祝愿家人永远健康长寿、幸福快乐。同样在今天这
场婚礼当中，他们要感谢到场的每一位来宾朋友，因为有你们的到来，这场婚礼才会变得如此的重要，如此的有意义。有请两位往正前方的方向，面向所有来宾深深鞠上一躬，谢谢大家。我相信在今天婚礼之上，他们秉承着我们所有来宾的祝福，在往后余生当中一定会携手创造更多属于他们幸福的生活。所以在今天这一刻里边，也有请两位走到香槟酒塔面前，共同来浇灌属于你们的爱情源泉。来吧，两人四手合一，共同来浇灌你们的爱情常青树。用力朝着你们幸福的方向。来吧，朋友们，在我们杯中斟满酒水，我们待会一起高举手中的酒杯，一起来祝福他们。好了，有请两位把香槟酒轻轻地放回桌子上面，再次回到舞台中间的位置，接受我们所有人的祝福。来，有请两位回到舞台中间。接下来他们要在所有来宾的见证之下喝下一杯甜蜜的交杯酒，有请伴郎为他们送上交杯美酒。我们要高兴，来，朋友们高举手中的酒杯好吗？我说新婚你们生快乐好不好？来吧，朋友们，祝两位新人新婚百年干杯。喝完这杯酒，一生一世永牵手；喝完这杯酒，一生一世到白头。在今天这场婚礼当中，他们要感谢到场的每一位来宾，所以他们精心准备了一份幸运的礼物，那就是新娘手中幸运的手捧花。来，有请伴娘为他们送上手捧花。接下来有请单身未婚的啊，已满18周岁的朋友，赶紧上到舞台前方，来到舞台前方的这个位置来，一起来抢夺这份幸运好吗？来，新娘。直接送给你了，还有吗？还有谁单身的？没有的话，主持人要上去的不？快点哦！都这么含蓄吗？我们兄弟姐妹在哪里？我们新加坡的小哥哥呢？威廉去哪了？OK。准备好了吗？哇塞，此刻我们的美丽的烟花也为他们去奏响了。来，朋友们，趁着这个美丽的夜景，我们一起来把这份祝福撒向我们前方的朋友。谁想要手捧花呢？来，你们还可以往前面再走两步。 OK， 好，准备好了吗？我说三一就怕了，三二一。哇，好的，感谢朋友们，在这里面我们要衷心的祝愿两位新人百年好合，直到白头。来吧，牵着彼此的手走向你们幸福的明天。来，有请两位跟大家挥挥手好吗？转过身来，同样要感谢今天晚上到场的每一位嘉宾朋友，是你的到来才会让今天晚上婚礼变得如此的重要，如此的有意义。感谢各位的到来，感谢您的祝福。同样我们要感谢米莱婚礼对本次婚礼的全程定制以及策划，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够拥有个开心而难忘的夜晚。我是主持人浩宇，谢谢各位。有啦，一直看他排队。对，真的都是家人朋友在帮忙。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谢谢你啊，让我们今天可以吃漂亮，好。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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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喝啊，你在那边喝。对，遥控干杯，你在这边喝啊。真的是太美。五星好评啊，你们今天做的饭菜啊，谢谢，等姐。你来去。好，等姐。你给我杀鸡一个，还有杀鸡，肯定就吃啦，宝哥，边啊边啊，回来，干杯，祝你们早生贵子，白头偕老。哎，瑞丽啊，一起哦，旁边，来，一起，干杯，动起来，加油，加油！干嘛？嗨呀！咕咕咕咕，你拿钩子骗我，要罚你！哎，
我跟你讲啊，你的老公很危险哦。对哦，这个 table 每个人都问他结婚了，结婚了，所以我都说结婚了，介绍一下给他。对呀，我都说结婚了，结婚了，所以已经讲好了。手机再来一张，手机来一张，给他保证好看。挡住妈妈！哎，好来！好 ，OK。还奠定，还奠定啊！来跟我们上！他瘦脸瘦身材哦，我跟你说，拿到黑，先拍照，先拍照，先拍照。再亲一下啊，不错，好，还有你们，亲久一点，亲久一点，亲久一点，我还没怎么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就是搭档啊之类的。